历史文化风俗生态在地文化，在地的文化博爱特区，中华民国台北金马有368个乡镇管治区，啊，阁有两区算无着，一区是道路上的台专区，阁再来一区非常特别，无介大却是上大，土地面积范围无介大，身份地位名声权利却是咱台湾的大哥大大大，宜兰人讲真大，是对一区呢，就是咱台北市的博爱特区。位北边的台北车站的中孝西路一段，到南边的爱国西路，东边的中山南路，到西边的中华路一段，这就是博爱特区。博爱特区内底有总统府、台湾银行、土地银行、中山堂、司法院、监察院、济南教会、台大病院、分酒公卖局、台北宾馆，包括周边的行政院、立法院、教育部、警政署等等。你看，身份地位、名声权利，讲偌大就有偌大。博爱特区的建筑大多数拢是西元1900年到1938年之间，日本殖民时代所建造的。面对总统府正边的是台湾银行，倒边的是司法院，地理上叫做钱以中。讲较白话，就是乖乖听话有银行，无乖无听话就有楼房。意思你家己去想好啊啦。在地文化，博爱特区。